企每日论价啦，唔好话靠俾钱，交俾家用就算。好啦，之后你就请大家听翻首靓歌先。太婆，你有看到我的象棋吗？什么？象棋，我的象棋，在你哥哥的旧箱子里面。和校友会的大力支持下，这支青年学校校友会，所以我哋真系行埋家常啊！没有。阿婆，有看到我那双白色的高跟鞋吗？前面有花的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双，在那里。你妈妈上个礼拜重去喝喜酒，没有放回来。就是妈咪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晚上有 gathering 啊，我没有回来了。你的晚餐我叫哥哥帮你买了啊，拜拜。婆啊，打包咗嚟俾你食啊！喂，到了没有？快点啦！啊，你不要催我。几点了哦？你等一下啦，我在家忙着。忙什么哦？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快点啦，要不然等下你买单啊！你 brother 一场，要这样讲话咩 ？OK OK。好啦，等一下见啦。啊，拜拜。婆啊！啊、买只龟雕俾你入啊，慢慢入啊，我走啦。呢啲女俾你买嘢食嘅，收好啦。我不过去了。哇啦，放飞机啊？不是啦，我要陪家人吃饭。